家好，我是社头乡长老金昌，社头祝我巴乐节不来啊！活动十二月七号开始，连续三天，伫社头果菜市热烈开始啊！现场有王世贤、陈芳宇、JR 纪言凯，众星云集嗨翻唱，有全国最大织品展售与美食市集，还有大奖带回家摸彩活动。社头火车站也有接驳车服务，欢迎乡亲一起来同欢。以上广告由社头乡公所提供。